欢迎收看3月4号的管理家新闻，我是陈慧玲。新北市新就任的双溪及公寮区长4号上午在市府6楼大礼堂进行了交接，还有宣誓就职的仪式，现场由副市长侯友宜主持，一块去看看。日上午在市府6楼大礼堂宣誓就职，交接典礼由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主持。侯友宜表示对原任区长任内的努力给予肯定，并期勉新任区长们能够开创新局，带动地方发展。您到底在这个职位上，你做了哪些事情？有哪些事是影响到社会国家？有哪些是可以照顾所有的人情的？这才是你的定位。人家会做比较啊，前任某某人做的怎么样，这任做的怎么样？他没有比较啊。你的定位是在追求人生当中社会国家跟民众给你的肯定的看法。在刚做岗位上一天，你就活在当下。好好扛起所有责任，面对所有困难的挑战，勇于认识。双溪及共寮新任区长表示，对于能够担任区长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将会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，关心地方人士的心声，并努力继续推动区内重大建设及观光产业的发展。非常高兴能够去到双溪担任区长，有关于在精致农业及低碳旅游是我们未来这个发展的重点。那我在于区公所，我会全力执行，全力配合那政府的各项施政呢。那在地方上呢，我会呢跟地方上的民众我会去为民服务的。对于共寮区呢，我们都知道共寮区的目前当务之急啦，我会努力的去进行像山坡地解编的业务。那另外呢，共寮区里面部分的重大的建设哈，那我也会持续的推动。那初步接任共寮区，当然会希望继续的发展共寮的观光，那希望能够为共寮哈，然后开创新的局面、新的视野。新环境还需要适应，期许新任区长们能带出一番新气象，规划并发展出在地产业特色，和在地乡亲们一起努力，让新北市双溪区和共寮区能有不同的面貌。记者李嘉文市府采访报道。